落车后即刻起步。今次旅程的目标是先行山路去花山小涧玩淡水，再落月牙沟玩海水，游去七重石滩，走过这条长长的防波堤，就接驳山路了。真是青山绿草，碧海蓝天啊！就是天气有点热，太热。哇，原来 view 40度啊！冇遮冇阴冇风底下，行起嚟真系辛苦。其实呢段路行过 N 次啦，上坡不足100米，全程都系1公里多。但今次真系暴晒谷出到脱水，好彩目标再慢，都唔知系濒临中暑啊，定系错觉。我哋行到边，都好似置身于沙漠当中。终于，都就嚟顶唔顺嘅终于，到间啦！睇见啲流水潺潺流动，真系好感动。Andy 就即刻连人带布林工企入条溪度，再行落去会有更大嘅潭。我哋索性放低布林大忧，喺度烧下树再算。谂翻之前濒临到嘅地方，呢度简直系我哋救命界。呢度嘅木屋虽然小巧，但足够精致。池水算清澈，正好溪水泻滑。Andy 就索性做趟大自然水疗按摩，我呢唔照旧喺水面摆下嘴教字。好啦，玩饱淡水，都系时候行出去玩海水啦。其实月牙沟就喺涧口左侧，一出涧就系啦。对面呢就系木棉拱楼，影翻张先。啲水好清啊，随便企喺岸边都能够睇到两三米深嘅水底。咦？你哋仲未 ready 啊？我落水先啦。好多珊瑚啊，啲鱼都唔少啊。其实睇住啲鱼游嚟游去都好自如噶。好奇怪，呢度啲鱼越大条越怕人。之前听啲前辈讲，月牙沟附近一带生态好丰富，今日算系亲眼见证啦。咦，有新发现？哇，巨水母啊！虽然不是见过的最大的一只，但目测至少有一个正常人的上身咁大。都逗留了不少时间了，是时候向七重石滩进发。这边的鱼比较小，但鱼群就一群比一群大。
连珊瑚都大块一啲嘅。但周围嘅鱼类都唔少啊，本来游过唔多角，但睇真一啲，哇！石头鱼啊，真系第一次喺海里边见到。不过佢讲有剧毒，早已影佢嘅时候，真系要就住影啊！又系时候属于我哋嘅拍拖模式，孖住浮潜。啊，呢只寄居蟹行得几 Q 跳喎！哦，原来赶住跟朋友仔 gathering。咦，海阔鱼喎、哦！哇！呢度嘅海床真係铺满一地都係。睇住佢慢慢躝下躝下。咦、欸、做咩无啦啦翻车㗎？真懒腰咋。睇住佢软绵绵咁，真係好想。唉，可惜啊，相逢恨晚啦。时值傍晚，我哋都要赶住走啦。再见，就系咁，我哋喺月牙沟落水，兜过七重石滩，最后喺白鹿仔登岸离开。喜欢我哋影片嘅话，欢迎留言交流。当然，记得点赞同订阅啊！